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好吗？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敬拜你，哈利路亚！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明白为何，但此重担。
山还是大海，你都会挪开，你都会有一条路给我们，让我们走出来。这就是你在十字架上展现的爱。不管道路有多崎岖，我们知道主，你永远一直都在，一直在看顾，一直在领导。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带你爱的光从我的照明。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照明。全心全
愿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这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在每个狂风暴雨里，你都陪伴着我们。Amen。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从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是舍。
消失，靠你的恩典站立。用圣灵的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相容要救主，让主啊，我们放下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事情，不管是在工作上、家庭上，还是我们自己的事上，我们都交托给你，主。我们知道，主，你是引领我们的主，
你会指明一条道路给我们走，会陪伴我们走这个道路。感谢主，一路以来看顾着我们，爱我们。求主你保守，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我把会众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奉耶名祷告， Amen。Amen， 哈利路亚！谢谢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敬拜的当中。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殿中，让我们能够的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们这时候呢，我们邀请招待员上前来，我们来看今天早上的这个奉献的金节。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个今天早上的报告。哈利路亚，这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这么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的话语主啊是真实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神啊你说，当我们把将纳的十分之一全然收入主你的仓库的时候，主啊使神你的家有粮，主啊你就要为我们，主啊来敞开天上的窗户，主啊来倾福于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孩子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无处可容之地。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主能够活着。哦，主啊，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这时候我们也愿意的，与我们的十一奉献和爱心奉献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求神你来倍增，主啊，来用在扩张神你的国度上。主啊，来帮助，主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神你来做带领的工作，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个，主啊，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甘心乐意给予的心。主啊，你都纪念，主啊你都看顾，是的主，你必要赐大福。哦，主啊，看重每一个愿意给你的心。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这时候来看今天早上的这个video 这个投影片，谢主，谢谢。
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次的要欢迎每一个人回到神的殿中，我们也要欢迎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有谁是在这里探访或者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当中的吗？我们可以挥一挥手吗？我们要来欢迎你，感谢主。我们看到一位姐妹在那里，是来过了，感谢主。我们也是同样的要来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张姐妹，还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聚集在神的殿中，让我们能够来彼此的团契。我们也要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主里面的这个团契，感谢神。好，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报告，这样子。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报告只是有几点是我们要这个强调的，这样子。对不起啊，可能有一点技术上的事物，等一下啊。要请，好像我们请我们的 BA 团队把这个投影片放一下哦，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好，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在3月29号呢，大家我们这教会是耶稣受难日，我们在这里也是有这个联合的祷告会，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哈。这时候是我们跟这个。谢谢。好，就是我们会跟每一个的堂会一起联合，然后有这个祷告会这样子。然后在上一章呢，就是3月31号是复活节。复活节我们有特约的讲员，就是这个Joe Ramaya 牧师会在我们的当中。那时候呢会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邀请可以邀请朋友们，好，谢谢。好，可以邀请朋友们就是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的来聚会，感谢主，一起的来经历神的爱。好，谢谢，谢谢 BA 团队可以用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还有一项报告，就是讲到这个华丽就是讲到姐妹团契哦，这是谢宇姐妹就是来参加的这个的活动。之前呢上一次是举办的是啥华丽在韩国学做这个韩国餐，然后这一次呢会是在这个水疗温泉，但是呢是在教会中文堂然后他的这个活动是自制香烛香薰蜡烛就是我们会自己做，然后茶点是以下午茶的方式。至于那个费用呢就是我们的英文堂当他们决定以后他会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这个特约的讲员就是我们的吕碧云牧师会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那我们呢就是如果有兴趣报名的话呢，请在3月31日以前可以向我报名。好好，谢谢大家。然后接下来就是下个星期天是一个月一次的组长会议是3月24日，就是在我们主日聚会以后呢有这一个的有这个组长们领袖们有跟牧师有一个的会议。好，再次的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好，大家都预备好了吗？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的神真的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神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能够更多的经历你。主，让我们不只是风闻有你，乃是能够亲眼见到你，能够亲自的经历神你的爱。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求神你借由这个圣经里面，主啊，你的话语，主啊，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说的，主啊，都有所学习，让我们同盟这一份的应许，同盟这个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神你的慈爱没有离弃我们。主啊，圣灵，我们谢谢你每一天都来引导我们，引领我们。主，我们如此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神来看顾是圣灵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这时候呢就是呢还没有进入这话语前，我们来看你是否曾经因为丧失就是失去而经历过这个极度的痛苦或者呢是有这些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遭遇被人拒绝，
或者是被人破坏，或者在后面被人诽谤，或者被人重伤等等这些消极负面的经历，或者呢就是呢还有这一个第三点，就是好像快要被这个周围的人事物或者环境感觉上要被压垮了，没有能够再次复合的能力，或者呢是进入到这一个极度的悲伤的当中，或者呢曾经被人弃绝，或者是被人家背叛，可能被最亲密的朋友或者最相信的人背叛了我们这样子。然后或者呢我们曾经有到过一个地步是极度的失望，以至于我们的心也心灰意冷，心也已经没有力了，就是对周围的一切也已经不在乎了。或者是呢我们可能甚至到生无可恋的地步，就是说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也不能够再继续活下去，也不知道这个道路应该要怎么走下去了。好，不晓得在座的家人们朋友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那可能有一些人说哎，这些我都没有，但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周围的人是否有曾经经历过其中一项的这个的遭遇呢，就是让人非常的痛心，也让人实在的是不知所措。而其实呢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这段经节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很感慨，因为在今年2024年现在是3月份，可是呢却就是呢去了五数个的丧礼，至少有7个，年头到至今才前3个月而已。你会想到人生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短暂，可能有一些是信主的，有一些是还不认识耶稣的，可能有一些呢就是完全认识主但是呢却早逝的也有。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结局，就是每一个人必定会经历的都是这个生老病死，那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对吗？但是呢我们去看到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去来回应，或者是呢我就在这个新年过后的期间就开始听到有人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生活费又在涨价了，就是百物都上涨，可能电器又要涨价，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好像让人进入了一个很没有办法很无力很无能为力很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个局面。那我在这个之前呢，就是其实在前几天而已，就那么刚好就听到了这一则的这个的消息，是来自那个北京他们发了一则信息，说在这个北京我想有一些学生们可能会知道，他说在这个小学生里面呢，刚刚开学的时段的这些人，他们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没有办法负荷，为什么呢？他发现到这个学生小只是在小学而已，却没有办法去适应，结果呢很多需要家长父母带他们去看精神科的似乎快要爆满了。我想到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讶异，到底是我们的这个教育或者是别的国家的教育出了问题吗？还是我们人所设立的界限，还是神所给予的压力超乎了我们所能够负荷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心力敲碎时，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当你不晓得你应该再怎么做了，你也不知道应该再怎么样继续下去了，你觉得非常痛苦，你觉得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了解你所经历过的，而且呢你觉得你要放弃了。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圣经人物，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人物，尤其是在主日学长大的孩子们，这个会耳熟能详。我们来看这位人，他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这位以利亚，我们来一起翻开圣经，或者我们可以看这个投影片，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上19章1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这里看到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亚哈王，他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极恶的王，就是在这么历代的这么多的国王的里面，就是一直从扫罗王、大卫、所罗门一直到这里，亚哈王是神所非常厌恶的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娶了一个太太哦，叫做耶洗别哦，在这里哈、哦，耶洗别啊，耶洗别呢，就是他是外邦人，他是行巫术的，拜偶像的，而且呢，他杀害这个耶和华正直的先知。而且他一直不断的来逼迫他们，哦，所以这个的这个的情况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发生在这个以利亚当时候呢，他为神来做见证，他那时候呢，他的心智呢是对着这个以色列民说，为什么你经历到神那么大的丰盛，可是你却仍然不能够来认识神，那时候心里面还怀着恶意，这样子就是不能够定见到底要服侍这一个耶洗别的神，就是巴利、这个外邦人的神呢，还是呢要来去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当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来看下去，第三节这么说，所以以利亚他一听到见到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以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哦，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何烈山，何烈山也是神跟这个颁发这个诫命给摩西的何烈山，就是摩西与神面对面的山。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呢，他因着看到这个耶洗别要来追杀他，他心里面更多的不只是惊慌，而是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些的人，以色列的子民看到了这一切神降下的启示，可是却仍然顽梗，没有来站在他那边，没有信靠这位独一的耶和华。我们继续看在这个第九节，这里说到呢，这个以利亚他就在那里建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第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以利亚当时候呢，他的心智是非常的心力敲碎了啊，他甚至去到这个洞里面躲起来，他打算要与世隔绝啊，不要见任何人，而且他在跟神说求死，他说：我跟我的列祖根本不能够相比，你还是把我的性命来取去吧。哦，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当时候他处在以这样子的光景的里面。那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听见，他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哦，有声音再次的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在这里没有读错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以利亚哦，耶和华问以利亚两次同样的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亚，他也回应完全一样的答案，他就是说：哦，就是这些人哈，以色列人背弃了神你的约，他们毁坏了神的祭坛，
而且呢杀了这些正直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看起来以利亚在这时候呢是觉得非常孤独非常孤单的，因为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了解他，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站在他的一边，就是他就在那里一个人。那时候他把他仆人留在那个地方，他就自己走向旷野去了。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第十五节，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就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巴利就是这个的假神，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他就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就将自己的外衣塌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就是简短的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到十九节，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他取得为耶和华取得胜利以后，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之后，他所堕入到的这个的光景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家人朋友们，我们是否也会曾经跌入到一个光景，我们觉得说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也甚至不知道应该接下来当怎么做该怎么走。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他给了我们这个圣经的记载。因为当耶和华在问以利亚的时候，他不是带着责备的语气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乃是以慈爱的语气关心的语气来去看顾这个以利亚，因为他知道以利亚所经历过的。而且神也没有责备他说，哎，你是一个先知，你是先知职分的人，你应该是站立得稳的，你不应该跑了，不应该听到因为这个耶洗别这一个人他说恐吓你要取你的命，你就害怕了，你就赶紧跑了。耶和华可以直接来去结束这一个就是把以利亚放在一边说，哎呀你失败了，然后我自己去膏抹以利沙来接续做先知就好了，我根本其实不需要再去使用以利亚。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却没有，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他知道以利亚不过是人而已。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以利亚他是谁。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那里有说，他说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阿们。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即便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也记载这个以利亚，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在这里在讲到的呢，以利亚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也会累，他也会有疲惫的时候，也会伤心难过失望的时刻，原来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可是他也是神所重用的人。那我们看到的在整个的就是在耶稣的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见到了两个人，那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没有错。所以呢摩西他是代表着律法的总纲，因为这个神给了这个摩西这个十个诫命。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以利亚呢他是代表着整个的先知为首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来他是要成全律法和来应于这个的预言，所以可见这一个以利亚他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当时代呢他一祷告，他说天不下雨，他就真的天就三年半不下雨，他一祷告的时候让火降下来的时候，火就降下来了。哇，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就是那么美好那么伟大的神，他不只是使用以利亚，他也垂听祷告，而且呢他也愿意的来帮助我们，他也愿意的来关爱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以利亚当时候已经是心力都没有了，
憔悴了，就是心灰意冷了，觉得再也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使他复原了，所以他才坐在那里求死。他说，神啊，你取我的性命去吧。我们感谢主，还好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就直接就把他在那个时刻立刻把他取走或者杀掉，要不然呢，接下来我们就不会看到以色列接下来的历史怎么样的转变。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以利亚就是当个时代，就是在这个亚哈做王的时候呢，他这么就是在那里做先知，就是要来就辅助这个王的。但是这个王很可惜，亚哈王是一个非常这个作奸恶事的王，但是你看他性格的时候，其实还是他会闷闷不乐啊。但是乃是因着他被他的妻子这个耶洗别，所谓耶洗别的灵操控就是有这个就是操纵的灵就是让他迷惑的灵在操纵着他所以呢，而且呢，就吸引了这个亚哈王去拜这个偶像。那我们来看这个背景在这个的我们看到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怎么样祷告，天上降火，火就降下来，而且全部的以色列百姓都看到了，见证了这一点，然后他们说耶和华是神。可是进入到这个十九章的时候呢，这个耶洗别听到了他就要来追杀这个以利亚。当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就受到了耶洗别的威胁，然后这个以利亚他就惊慌逃命，身心灵都疲惫了，而且他处在极度的失望的当中，因为没有人站在他那里，而且呢，他已经心灰意冷的地步，而且选择放弃了。他放弃呢，是放弃了这一个以色列人民。他觉得说，哇，神啊，我一定要看到复兴临到以色列的子民，因为他说，哇，神，你已经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奇事，为什么他们还不能够来去认同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呢？所以他其实是在那里觉得已经没有盼望的。以利亚就在那里求死。那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华语有一个名句叫做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其实这时候的以利亚他就是处在这个哀莫大于心死的状况。好，那我们来看这以利亚在这个第十九章里面他所受到的其中一点就是身体的损伤。这个身体的疲惫看到他当时候呢，他竖起他的腰来就跑向这个就跑向这一个的城门里面，就是要来宣告说耶和华赢得的这个的胜利。当时候他也没有吃任何的东西，而且呢，如果我们能够看圣经呢，他其实是在就是用刀亲手杀了那个假先知就是在这个第十八章。那我们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列王记上，我们一起来翻开在这个列王记上那边。第十八章的第四十六节，他讲说，众人就拿住那些假先知，以利亚就带他们到基逊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以利亚呢，当时候的他是亲力亲为，他就是用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他的体力，就是要来侍奉神，就是要来证明说这位神是真实的这位耶和华是真神。他要看见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已经背道的要回转来归向神。但我们也看到的就是在这里所讲的，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利亚就对他们说，你要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个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就以利亚就带他们到基逊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所以不是众人杀了那些假先知乃是以利亚他一个人手操刀杀450个人。我想那是要花费很大的体力和精力的。那我们看到的，原来我们的身体神在乎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只是需要追求属灵的事情就好了，我们的身体其实根本不用在意。但是不是的，我们在这里呢，却看到后来神怎么样的看顾这个以利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第十八节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阿们。所以呢，这个肉体呢是会一天一天的损掉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却看顾，而且呢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我们好好的照顾，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而不只是呢任由我们的这个的肉体就是能够放纵我们的肉体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就是在这个魂方面的损伤，就是以利亚，我们知道这个魂它主导着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喜怒哀乐，这时候的以利亚呢，他是非常的失落，而且非常的失望，所以所有消极负面的都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一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他就起来逃命了。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19章这么讲到，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当他们就是说赢得胜利的那一刻，可是接下来呢，可是他们却选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呢？很多人说因为那个魂受了伤害，没有办法去承载这一个的得胜等等，或者是这个荣光四射，觉得讲说这一切都可以来弥补，其实不能够弥补这一切。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人当他们的魂就是情感方面喜怒哀乐一受伤的时候，他们就借由不同的东西来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原因乃是心里面的破碎和心里面的这个痛苦，而且呢是需要神的医治和神的触摸在那里。好，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当魂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找了很多的代替品，就比如赌博上瘾的问题，有一些甚至是毒品或者是沉溺在错误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在犯罪，或者有一些人呢是以食物来填满自己的口腹这样子。因为其实是那个魂是受伤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在这一方面的他就会产生出很多那种非理性的行为。我记得我还曾经记得我以前曾经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位姐妹，她不是她是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她，她就是患上了这一个所谓的厌食症。我晓得有听过吗？在座的，就是呢，他可以，他其实呢，他已经很瘦了，可是他还会告诉自己说，其实我很就是说我很肥胖，所以他会吃很多很多很多不是，对不起，他是厌食症，就是他完全不要吃任何的东西，他是瘦骨如柴就是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只有38公斤。非常的瘦，你看不到他这个的肉在里面，因为那个的魂里面受伤了。为什么呢？因为魂受伤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听信了谎言，他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够再吃了，我很肥胖。其实他根本都不肥胖，而且呢，他吃了一些东西呢，他会用他的手指去把那些食物又去挖，然后呕吐出来，是不是很看得你真的是很心痛？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身体出问题，乃是他的魂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神是医治的神，然后后来经过了祷告的服事，然后呢在面对这问题一系列的时候呢，他就得到完全的医治，然后恢复正常的，感谢神。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魂的受伤会影响我们的体身体或者是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但当我们的魂受伤的时候，可能很多是因为原生家庭的罪，或者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害，然后就造成我们会有时候会有那些非理性的行为就有惧怕或者很愤怒或者有时候乱发脾气有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完美主义我不能够让人家碰到我的底线，一碰到我就要爆炸了，乃是因着可能小时候呢曾经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所以造成了这个人他的魂损伤了需要被神来医治。而且就很多时候魂一受伤的时候，就是情感，很多人要用不同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情感，好让自己觉得没有被麻痹就是麻痹的是体外的不要紧，但是真实的乃是内心的痛苦，所以就有产生很多的这个谎言，给这个恶者留地步，说哎呀，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信任的所有人
都是坏的，哦，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个谎言就会进来这样子。哦，那我们来看，即便是大卫，他也曾经受伤过，哦，就是他在被这个他自己的岳父扫罗王来追杀的时候，哦，他说，哦，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哦，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三到五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就是根本吃不下饭的，就是一直在那里不断的哭泣，哦，这个眼泪就好像他的食物一样，哦，就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的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的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阿们，感谢神。我们看到的，即便是大卫他在这个魂里面受伤的时候，他还能够应当赶快的仰望神，因为他知道神在那里用笑脸来帮助他，就好像刚才那个以利亚一样，耶和华在那里，他不是带着责备的声音来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或者是很生气或者嫌弃的声音，不是的，耶和华乃是用很温柔的声音来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很多时候，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但是他要让以利亚能够看清他自己当时候所处的环境，所以呢，他让以利亚 来诉说他所经历的一切。神还是很有耐心，还问了他第二次，哦，以利亚也回答了第二次。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结局，那是好的，因为呢，后来以利亚他就重新得力，结果呢，他就去告这一个以利沙接续他来做先知，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魂方面的损伤，其实是让人非常的痛苦，哦，让人有时候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讲，你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讲话，因为他做的决定或者他说的话一定是伤人的话或者是气人的话，哦，这一点其实是真实的，我们都会面对到，哦，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即便是我们魂受伤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回这个源头来得医治，而不是靠酒精或者是靠毒品或者是靠其他错误的关系或者犯罪里面来填满自己，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就比如说神创造我们的手，我们是要用这个创造这个手套，是要我们把手放进去的，而不是以铅笔啊或者电话，啊，你放在一个手这个电这个手套的里面，它是完全不合适的。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能够来去医治这个魂的损伤，除了神自己以外。那我们来看，哦，如果我们持续的以别神或者别这里讲的别神就是偶像来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有时候，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的愁苦？有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我们应该是去寻求耶和华的，可是我们却去寻求其他的名利、地位或者金钱等等来填补自己，结果呢，让自己的愁苦更加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不要我们去找其他的假神，因为这个假神可以是偶像，哦，就可以你是你无形中你眼睛所看不见的，也可能是有形的，哦，这个偶像，神说我们一定不要。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愁苦加增的时候能够转向我们的神，转向我们的耶和华呢？因为他必定要来帮助我们，就如同他怎么样的去帮助以利亚一般。那我们看到第三层面就是灵里面的损伤，但这个以利亚呢，他灵里面极度失望以至于求死。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三到第五节，他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哦，将仆人留在那里，就是说啊，你仆人你不用跟我一起去送死，我自己去就好了，哦，他就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哦，他就躺在罗藤树下就睡着了。有一个天使就拍他说起来吃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当他一个人生无可恋的时候呢，
他所做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呢非常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因为是不合逻辑的。哦，他明明是可以依靠这位神，可是呢当他一害怕让这一个恶者有机可乘，惧怕进入他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逃命了，就不再看着神，他就开始看这个问题了。其实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这么伟大的先知，一祷告雨不下三年半就真的不下雨。哦，我们看到他所经历的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是神怎么样的。而且呢当时候呢他还去住在一个寡妇的家，这个撒拉法寡妇的家，来去就是神来喂养他，借由这个撒拉法的寡妇三年半的时间喂养他。其实这个寡妇呢当时候在这个以色列的时期呢，就是非常的已经是非常的穷困，已经是失去了丈夫，已经是很悲惨的，已经是很痛苦了。哦，可是神还是能够使用这个寡妇来去供养他。哦，就是用这个油哈，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油瓶，他还怎么样子添，他怎么添添那个油，哇，都一直流一直流，就是他就寡妇呢就能够把这个油卖出去，然后呢就可以买食物来吃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信实的神。哦，以利亚跟这个寡妇也一起经历这一个的神迹。哦，他也是被喂养的那时候，可是他这时候他突然之间可能因为身体太疲惫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思考那么多事情啊，所以呢就突然间想不起，或者是暂时忘记了神还在，神与他同在，神是帮助他的那一位，神还跟他说话的。但是我们看到神也是很信实的，所以呢就在这里哈，第五节有一个天使就派他起来吃吧。其实当时候以利亚他需要的可能是食物啊，在他的身体上恢复这个体力。当一个人他说是不是我曾经听过，他说如果一个人肚子饿，你不要去吵他，不要跟他讲话，因为他会很生气，可能会来骂你，因为肚子没有填饱这样子啊。可是我们却看到神他也看到这一点，哦，可能他的思绪没有办法好好的操作，先吃先吧，就叫他起来，以利亚起来你吃吧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到箴言书也这么说，他说你心中喜乐面带笑容，但是心里面的忧愁这个灵就会被损伤。所以当一个人的灵被损伤的时候呢，他对于神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对于神的事情是被蒙蔽的。哦，就是照按理来说，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救主的以前，我们的灵里面是死亡的，是与神隔绝的，是没有办法听到神的。但无论人家告诉你哇耶稣有多好，你知道吗，哇神多么的伟大，他多么的爱你，那个灵里面就是封闭了，没有办法去领受或者去就去理解神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灵的损伤会影响我们正常人的运作。哦，这呢甚至呢会让我们产生有这个死的想法，就是有这个绝望，就是生命里面没有无能为力，充满绝望，没有盼望，而且甚至导致我们与神隔绝，甚至我们也耳朵也关起来了，不想去听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或者是神要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拒绝神的介入。所以我们来看箴言书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也这么说，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的确是没有错的。哦，那我还记得呢，就是有一个我亲戚的一位朋友哈，当时候呢他被诊断出有这个癌症。哦，那时候医生告诉他你还有九个月可以活，你赶快的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吧。但是他不认识耶稣的爱，他就活在那个惧怕的里面，每一天都很惶恐，以至于忧伤，吃不下饭，一直想很多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正常的操作。所以灵里面一损伤的时候，结果呢，他在三个星期内就死亡了。这是一个很令人很震撼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会因为惧怕做出错误的决定，因为魂灵的受损，灵魂的受损，结果呢，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操作。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忧伤的灵能够变成喜乐的灵，让神的灵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我们不看环境，
但是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现代很多人说得了忧郁症，没有办法走出来，因为身灵魂体方面可能其中一方面出现的状况，导致没有办法走出来。就是失望也是呢，会就是这个失望也是会使人堕入到这一个忧伤的这个的深渊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呢，恶者他一直不断的要来摧残，一直不断的要来恐吓跟随主的人，就好像那个耶洗别，耶洗别一直不断，他就是属于邪恶的国度，但是他一直不断的要来拉拢，就是要把这一个属神的子民把他进入到这一个恶者的国度的里面，活在这个困苦死亡的当中，是没有盼望的当中。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却如此的爱我们，而以至于他给了我们盼望，让我们不至于忧伤致死，乃是能够有喜乐的心，因为圣灵能够将喜爱、仁爱、喜乐、和平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箴言书第十八章十四节，他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但是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尤其是那个灵里面的痛苦，哇，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的，是很难去承担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却说，神他为我们承担了，这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而且呢，他愿意我们来恢复我们新生灵的恢复，就好像神怎么样恢复以利亚一样。结果我们看到以利亚就继续离开那个洞，他终于走出来了，走出来了，不在这一个失望的深渊里面，而且走出来呢，去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那是更伟大的事情。我们看到接下来，他怎么样训练起一班先知，他怎么样训练起他的接班人以利沙，结果呢，以利沙得着这个双倍的恩膏来继续他的服事。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如果我们处在这个绝望、失望、心痛、灵里面忧伤的光景的时候，神说不要气馁，不要害怕，让我们振作起来，因为我们是可以一起靠着神的能力，还有弟兄姐妹的扶持，大家一起奔走这个天国的路，能够一起共同的来塑造这个的未来。那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你说，当我在失望到底的时候，我要听谁的？一定要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他知道我们当时候所需要的，神就在那时候他就给予我们了，他甚至连我们的灵魂他都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怎么样的来被医治。神的主意就是圣灵，他都能按照透过神的话语来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我们心中的心里面所经历的，神他不是不明白，他一定能够明白。那我们也来看见，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看，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赶紧的来跟随神，因为神的道是最有效的。我们看到很多曾经陷入忧郁症的，但是当我们一开始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的灵，他们的灵就苏醒了，这个喜乐就进来了，结果呢，整个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了。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感谢主，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它能够来医治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和我们受损的身体。那我们继续来看，仇敌他是要来做杀害的工作，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手也在动工，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神的手他没有停止保护这一个以利亚，以利亚被追杀很惨耶，就是每一个这个耶洗别整个国王他王后，这个邪恶的王后要来追杀他，可是神的手却把这个以利亚隐藏起来，而且向他说话，所以神的道就成了医治了这一个以利亚的良药。我们看到神的膀臂没有缩短过。好，那我们第一点，我们来看神的爱。我们第一点要来领受。很多人说：“哎呀，神的爱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有领受吗？因为头脑上的认知神的爱和我们心里面所领受的爱、经历的爱
是不一样的。好，让我们能够来领受这个父神的爱。我们看到呢，第一，父神他安慰以利亚，他顾念以利亚的身体，而且他也看顾这个以利亚的吃喝和作息。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应该睡觉的时候，他就让以利亚去睡。因为睡了一觉可能会比较好，有些人会有这样子说，哦，因为精神比较饱满了，能够正确的去思考了。甚至我们看到呢，这个耶和华还亲自的为他预备这一个什么食物，你看到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九章啊，这个第十九章的这一个第六节，他说，这个以利亚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用炭火烧的饼，哦，不是只是饼而已，是神在那里为他做饼呢，就好像耶稣为他的这个门徒，当他复活以后，他为他的这个门徒来预备早餐一样，因为他知道他们需要吃喝，作息是需要的。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来领受神的爱。当我们应该休息的时候，我们休息。我们应当吃喝的时候，我们吃喝。但是在这里讲的吃喝，不是叫我们暴饮暴食，不是，乃是知道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我们也不乱吃，因为有些人是，就是乱吃，以至于身体就坏了，这样子，对吗？所以我们也要来去领受父神给我们的爱。当他要我们躺卧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休息，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重新得力。好，那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就刚才我们所读的，而且诗篇在那里说到107篇第二十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所以当我们面临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脱离死亡，就是让神来医治我们，就是很简单，就是领受神的爱，而不是拒绝神的爱。因为当我们一拒绝的时候呢，神就不会在我们的灵里面来运行。那我们感谢神，在这里看到这个以利亚，他经历了天父的爱，而且神还跟他说话，神还给他应许，还告诉他接下来当做的事情，而且呢，他也看到的，他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失败者，要不然他会讲说啊，我连我的列祖都不如，他们可以做得到，但是我却不能够，就是让这个谎言都能够一一的离开，就是世界说你什么不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神在说你，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身体上，神医治了他，而且呢，第二点我们很快的来看，就是耶稣的宝血。你说，哦，耶稣的宝血，没错，怎么样的能够来医治我们呢？我们知道复活节快到了，也是纪念这个耶稣受难日的时候，也纪念这个耶稣复活生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成为救主而已，可是我们却没有应用或者去领受耶稣宝血的功效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的宝血将以利亚隐藏。你说啊，我都没有看到耶稣这个名字出现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里面，但是当我们却看见这个耶稣，他却陪伴以利亚走过旷野四十天。那时候呢，以利亚他逃命的时候，他其实没吃任何东西，他赶紧逃到这个旷野要去何烈山，耶稣在那里是与他同在的，而且呢，这个耶稣呢，他是带来这个以利亚的恢复，就是让他恢复。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耶稣其实那时候也在的，他是要来做恢复的工作，而且呢，他将这个以利亚隐藏，即便他在洞中的时候呢，他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是真实的，他陪伴着这一个陪伴着这个以利亚走过这个四十天的旷野，去了何烈山。就这也让我们想起耶稣还没有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如何四十天的禁食祷告。所以其实也是一样的，耶稣就在那里。那我们来看，他说这个耶稣的宝血，他将起来吃喝，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耶和华的话就是这个话语，就是耶稣道成肉身，这个的话语
就来向着这个以利亚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的情况，不只是天父在那里而已，而是耶稣也在那里，甚至后来我们也看到圣灵也在那里扶持着这位以利亚。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这里哦，就是同样的接下来的一个境界，他也是同样的说有声音向他说，他没有说神的声音向他说，他没有说哦耶和华向以利亚说，他乃是说有声音向他说。所以这个声音是耶稣的声音，其实是耶稣在那里问哦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好，那我们也很快的看，就是看到耶稣宝血的功效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来救赎我们啊，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节这么说，耶稣就对他们是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最重要的一节他说了第十节，在这边说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强烈的对比，耶洗别当时候呢，他就是属于恶者的国度，要来做偷窃这个平安，属于以利亚的平安哦，要来杀害这个以利亚，因为他已经威胁以利亚，他说明天这个时候你必死无疑哦，而且要来毁坏以利亚的整个的服事，甚至是以利亚的整个的生命。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来了，就让他得生命，让以利亚重新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宝血的大能是带来什么呢？是带来赎罪、拯救、战胜这个恶者撒旦和医治和释放的功能、就是从刚才讲的那个魔鬼的领域，就是在这里呢，这个经文当中就是耶洗别的国度是充满恐吓的、死亡的、不安的、我们如果可以看到这里黑暗、死亡、忧郁、痛苦、绝望、疾病、贫穷，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美好的事情，就是他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就是有光明、生命、喜乐、和平、希望、医治和丰盛。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活在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不要让这个恶者有机可乘，或者是我们自己打开这个门，然后让这个恶者趁机进入。但我们一定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夸胜，靠着耶稣所成就的一切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当我们遇到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拒绝这一切的离开，因为我们是属神国度的子民。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接下来最后一点，就是圣灵的能力。这以利亚他怎么样能够就是重新恢复他的使命呢？就是看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好，那我们来看，以圣灵是以微小的声音就像以利亚显现，而且圣灵呢他引领以利亚继续的服事。好，最终圣灵恩高以利亚的服事我们看到以利亚怎么样的心气，有这个更多的栽培更多的先知，然后还有他的接班人就是以利沙。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在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是脑袋里面知识上我们知道谁是圣灵，但是生命中却没有办法经历他。我们一定要说，神啊，我愿意敞开我的心。第一点，我要敞开我的心接受圣灵的能力来恩高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他。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火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冷淡的时候，或者刚才以利亚已经心灰意冷的，他需要再次的被神的火再次的眺望起来。在这里呢，在讲到这个神的火的时候，我还想起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在这个沙劳越的这一个这个 barrio 这个地方，它曾经是很复兴的地方，就是神怎么样的使这一个猎头族的人他怎么样的使他们转换成100%都是基督徒跟随神的人，因为他们遇到了
遇到了神，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显为大，哦，成为这个能力。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那里短宣，然后我们在那里，其实说短宣，其实我们向，我觉得我们向他们学习的更多。在那里，他们所说的就是在讲到圣灵的火，啊，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呢，就在同一年，就是两个星期后，我感谢主，就刚好的就有机会，就去到这个韩国的祷告山。韩国的祷告山，那个的讲员也在讲同样的东西，在讲的圣灵的火。那时候我在想，一个是在马来西亚，一个是在韩国，而且呢，这个是由村落就是部落的族长在那边说，他都不可能。当时候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很老，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个电连这个什么网络啊，这个 internet 不是那么样的盛行，你不可能。好，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说啊，然后呢，在这个韩国这么遥远的一方也要讲同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因为圣灵他在这里所做的话他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在全世界各地运行都是一样的，是我们需要有圣灵的火再次的来眺望我们。那时候神就放的这个意念在我心里面，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到什么样所谓的祷告山，能去是很好，但是其实神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马来西亚在沙劳越这个地方也是有祷告山，而且是称为万国万民的祷告山，很多神迹奇事那时候在那里发生，而且那个复兴的火就一直延续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够只是风闻有圣灵，我们必须要亲自的来经历它。今天或者我们的服事软弱了，我说神啊，我们一定要有圣灵你的能力再次的来浇灌在我身上，要有圣灵的火再次的眺望我们。我们不能够容许这个恶者所放的这些的谎言，这些的冰冷，这些的漫不经心在里面，因为我们真的真的需要与这个圣灵有真实的面对面。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得自由，这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神他的工作是多么的伟大。很多人，就是一直在讲，我们知道神召会他们也在说，在未来的十年内就是复兴的时刻，我们预备好了吗？尤其是华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说中文的教会，我们预备好了吗？不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在这么说，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说同样的一件事。因为神的灵工作的时候是一致的，他绝对不会违背自己，也绝对不会去在这里我说一下不同的事情，在另外一点我说的是不同的事情，不会的。因为神的灵他的工作是一致的。当他说把这个福音的一棒交给华人的时候，什么叫最后一棒啊？我是在想最后一棒你就是要尽全力的去跑，赶快，因为是最后了，为了赢得奖赏。所以接下来的十年是灵魂丰收的一年，是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作为的一年，让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就是要看到神再次的在我们的当中来行神迹奇事，再次的使我们，完全的重新得力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的来看。所以耶和华的灵在这里说到，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束上腰绷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一临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就竖起腰，就赶快的就完成了他手头上的工作。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第十九章的第十九节，神托付他去高这一个的先知，就是要接续他的做这个的接班人。我们也看到，于是以利亚就圣灵就引领他，就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会有这么刚好的事情吗？这些都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所以圣灵会引领我们去到神的计划的里面。当我们愿意顺服，或当我们愿意聆听他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很顺服，他离开了，他就遇到了这个以利沙，他也不用去问谁是以利沙，他就知道那个就是以利沙。所以在他前头十二对牛，那个以利沙，自己赶着第十二队，然后以利亚就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以利亚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他不只是停留说那接棒给你，你自己去跑，没有。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他也是扶持着这个以利沙，
一直哦，以利沙一直在他的旁边学习，哦，一直在他的旁边，哦，就是神怎么样的使用以利亚来塑造一个伟大的以利沙。同样的，我们的生命，神也愿意我们成为以利亚，也愿意我们成为这以利沙，哦，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到祖父的面前寻求神的能力，哦，所以我们看到感谢神，神的应许是非常真实的。在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就是我们看到以利亚接下来的他的服事。但是我们更感谢神的是看到怎么样，以利亚他是在圣经当中其中的第二位，就是有两位是不见死的，是神直接把他们提走的不见死的人，哦，以利亚就是那一个，哦，他说战火战马，以色列的战命战马就是以利亚。他说，啊，那难道说我们每个人就不用死了，不用被，不是，但是神也在这一个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有被提这回事，对吗？所以神已经让我们看见了接下来的事情，神一定按照他的计划会来进行，但是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来跟随神，让我们再次的被圣灵的能力来触摸，哦，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哦，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不是来这里做什么，我们需要遇见神，我们需要来领受神，要来领受他，哦，要来遇见他，真实的遇见他。那总结我们看，慈爱的天父就是以他的慈爱、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能力，哦，圣灵的火来恢复我们灵魂体的兴盛。所以约翰，哦，就是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之一，他也是非常的爱耶稣，哦，神也把这个启示录托付给他，因为他非常的爱主，他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且他在这个约翰，他也在31章第2节里面说，亲爱的兄弟啊，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这就是神要我们的，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身体健壮，要我们的灵魂兴盛，不是只是身体健壮而灵魂却没有神，或者是哦身体不健壮但是灵魂却不认识神，或者是反过来说，都不是。神看重我们的灵魂体，就比如他如何的看重以利亚的灵魂体一样，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身体健壮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让我们能够回应神，就是单单的来领受父神的爱，好，领受耶稣的恢复，还有领受这个圣灵的引领。好，这时候我要邀请好我们的敬拜赞美团来到台前，好，让我们来回应神，好，让我们回应神。你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神的爱，或者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圣灵的引领，和神很久已经没有向我说话了，好，我需要神再次的恢复我。那我们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哦，让我们能够的来恢复。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好，我们来看这个下一页，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来回应他，就是让我们单单的来领受，让我们以祷告祷告等候的心，那来到父的面前说，神啊，我真需要你，我真的需要认识你，这位神你是这么的慈爱，我要更多的来认识你。好，那就是呢，我们来看这一个的祷告，好，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做这个的祷告，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我求你的饶恕，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并且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死，并从死里复活，我选择转离我的罪恶，并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个人的救主。感谢耶稣所流的宝血，使我得以释放和洁净。谢谢你赦免我的罪和一切的过犯，感谢你赐下圣灵与我的生命祝福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祷告，阿们。好，愿上帝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的与我们众人同在。好，让神来祝福我们。但是更多的是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这里，让我们不白占土地，让我们不要白白浪费时间，让我们真的是要来专注说，神啊，我们需要你，求圣灵再次的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得罪神的，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回应神，我们求神来到
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再次的来领受它，再次的领受它。因为每一天神的恩典都是新的，因为神都是信实的，他每一天降下他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在唱这一首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你要人来为你按手祷告的话，我们要邀请你走向前来。因为你是为神，你是回应神，不是回应任何人，不是回应敬拜团，乃是回应神在你生命中的那一份的呼召。但是让神再次的肯定你，让神再次的让你重新得力，不要再不要，我们不要让这个恶者来去掳掠我们，让我们垂头丧气，觉得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或者是觉得根本心力都交碎了，灵也没有办法去，身体也没有办法去做。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的来寻求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的神。今天我们告诉神说，神，如果我不遇见你，我就不离开这里。我们求告神，你的灵要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是的，父神，我们渴慕你，主，我们渴慕你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是的，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无助的时候，但是神，你却是那赐我们力量的神。圣灵，你的能力是能够叫我们被翻转的，主啊，圣灵，你的能力是使死人复活的，主啊，是使那个没有盼望的变为有盼望的。圣灵，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是的，主，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来运行，让我们自由的，让圣灵自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魂里面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来工作。圣灵，我们需要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口，让我们开声，我们无论是用悟性，我们或者是用灵里面，让我们开声祷告，向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来祷告。我们需要再次的来经历他。哈利路亚，让我们不被这个恶者来击垮，乃是能够靠着神，才有圣的神灵，神的灵能够再次的刚强站立的稳。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需要你，求你更多的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卡拉巴巴山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卡瑞安达卡瑞安达卡拉巴巴巴山达拉巴巴巴巴巴卡瑞安达卡瑞安达拉巴修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用圣灵与火，哈利路亚，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不再靠自己的能力，但是要靠神的能力。哈利路亚，和自愈，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是的，主，让万国的万花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是靠你的恩典站立，
是今天的恩典，是新的恩典，是新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神啊，求你更多的降下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神的圣灵，求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哦，来挪走所有瑕疵，我们捆绑我们不得自由的地方，让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完全的断开。哈利路亚，所有的不好、所喜悦的，要完全的离开。哈利路亚，是的，拉巴。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求你更多更多的来浇灌，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愿意回应你，是的，主，圣灵，求你引领我们走神你的道路，神你的计划，主啊，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弟兄姐妹。是你有需要，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祷告，我们请牧师来到台前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来按手来祷告，如果你愿意，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走出来，让我们来回应神。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灵很瘦姐妹们，亲爱的家人们，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是灵方面，或者是魂方面，或者是身体方面，无论任何方面的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隐藏，因为神都知道我们，他都认识我们，但是神在等着我们踏出那一步，来领受他的医治，来领受他的恢复和领受神的慈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走到台前，你自己向神说，神啊，我需要再次的遇见你，圣灵，我需要重新的认识你，我需要你的能力在我的生命中来掌权，不再靠我自己的能力，不再靠我自己的方式，不再靠我自己，但是我要靠你，主啊，我要依靠你，主圣灵，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那看顾我的神。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求神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我们看到很多在世界还不认识神的人，
生命没有盼望，但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是否也像他们一样没有盼望，还是觉得神是已经死的神，已经不再工作了？我们祷告求神再次恢复我们那个起初火热爱主的心，让不要让仇敌来做搅扰毁灭的工作。今天仇敌的工作太多，是要来做分散，太多是要来做毁坏个人生命、家庭生命、教会，甚至是国家。但是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说，圣灵，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哈利路亚，如果你愿意，请你走到台前来，我们邀请牧师来为我们来做祷告，因为我们真需要圣灵，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过日子，因为这会引领我们走向这个恶者的国度，是灭亡的道路。但是圣灵他却愿意来扶持我们，把我们带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是充满医治，是充满恩典，是充满盼望，是充满平安，是充满生命，是充满丰盛的生命。你愿意吗？再次的把生命交给神，因为他愿意要来遇见你，他要来扶持你，他明白你所走过的，你的心痛，你的失望，心里憔悴的时候，没有人理解的时候，神知道。你说我的盼望已经死了，但是求神再次的恢复，放下，让圣灵吹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一切，因为耶稣就是那盼望，是我们盼望的源头。弟兄姐妹，当我们好好的回应神，让我们来领受神的爱和神的拥抱，神要拥抱你，神说，孩子我知道，孩子我知道，我爱你，我要来帮助你。我们不要听信恶者的谎言，让我们的灵里面对圣灵是敏锐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圣灵对我们的说话，今天我们说，圣灵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我们要听见圣灵你对我们的声音，你对我们的慈声的呼唤。我们需要你，圣灵。哈利路亚，圣灵，求你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沙拉拉巴卡瑞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知道神他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要来做恢复的工作，要来做加添力量的工作，因为圣灵他是能力，我们一定要领受圣灵的能力，不靠自己的能力。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领受，让我们领受神的慈爱，让我们领受耶稣的恢复，恢复我们的地，恢复我们的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私人宝座前，来领受神满满的恩典圣灵。哈利路亚，是的，拉巴巴巴巴卡利亚的。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我暗恋我，深深的是
心，我只愿。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是活出合乎神心意的生命。哈拉巴卡拉巴沙达瑞亚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卡瑞亚达拉巴卡瑞亚达，库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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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达拉巴巴巴巴卡瑞亚达，上帝的恩膏大大的来降下在我们的当中，为神你的恩膏要断开所有一切恶者的恶，哦，是的主，所有一切的重担，哦，属圣灵，求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圣灵更多更多的来浇灌，圣灵你更多的浇灌，哈利路亚，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圣灵的能力从天而降，降下在我们的当中，库拉巴克西拉拉巴巴巴。
真
实他的祝福，他的美好，他的慈爱。我们要欢迎你来到台前，能走到台前告诉耶稣说，是的主，我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认识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你的恩典在里。哈拉巴山达拉巴卡瑞安达拉巴亚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大巴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更是爱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主啊，让我们灵里面干渴的时候，你使我们再次的被充满，再次的重新得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圣灵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每个家人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主，你是那对我们说话的神，你是到如今仍然向我们说话，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的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阿爸天父，我们祷告，主，我们祈求神你的灵继续的来封印住神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成就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主啊，紧紧的依靠圣灵，主啊，能够紧紧的来聆听圣灵的声音，按照神的心意。哦，主啊，有着耶稣的帮助，主啊，来奔走这一个神国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应许我们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你要陪伴我们走过。哦，是的主，天空或许没有长蓝，但是神你却是那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就紧紧抓住我们的手，来一起走出这个旷野，进入到我们命定的神。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圣灵，求你亲自的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主啊，来保守，来看顾，来做赐福的工作。主啊，来祝福我们，来恢复我们的灵魂体。主啊，能够经历到神你那满满的医治和神你的爱在里面。圣灵，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阿爸天父，是的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赞美都归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们，一起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结束。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大家平安散会，感谢主。